全世界大概只有原住民能够把国歌改变成最快乐的。也不会讲什么，赶你拿布啊，赶你拿布，哇！结果南方的一听后脸色马上变了，他就赶快问了他女朋友，就你的阿嬷怎么在骂我们？没有啊，
他说他叫你尽量吃吃喝喝啊，因为我们吃叫嘎腻啊，喝叫哪部啊，所以叫你赶快尽量吃吃喝喝，叫你尽量嘎腻哪部啊。赛德克的问候语，赛德克怎么问你啊？他叫嘎腻九万。我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翟耀新，你尽量没有关系，尽量解释。在很久以前，那时候我想还在的时候。支持心脏。